天门山的话，本身就是在我们张建老百姓眼里，在他心目中啊，就是一座神山。然后在山上那个求神拜佛的话，也说很灵验，所以说都是很灵验的。啊，就是来到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先烧个香，然后绑个红丝带，就是预祝这个成是挑战成功。 就是我们这个景区，这个天门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、不可复制的。这个景区，好多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索道在我们这儿，天下第一奇观公路在我们这儿，最高海拔的那个玻璃栈道在我们这个景区，都是抱着这个景区一个知名度呗，也就是我们景区打造的一个其他亮点吧。 在天门山顶上观看的话，那就是在那个过的那个山脊，这样绕来绕去，那就是从也是跟那个从龙脊上面修，也是一个意思。真正的确确实实，老一辈有传说的那个龙，像一条那个龙这样盘在这山上的，首富的天门山，这个整个山脉。 是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陡峭。我们外面的车是关了的，不让进去的，就我们自己的车。这个上天梯，也就是纯手工打造。当时造这个天梯的话，也是大型机械进不来，也就是主要是肩扛、肩挑背扛。 像这个登这个天门山这个天梯999，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的话，天门洞这个上天梯是一共是999步，不可能吧 ？SUV 车怎么开得上去那么高的天梯？<笑>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小。然后，但是我们觉得是不可能啊！许愿的话，我会给他许这个愿望。 我刚才看见汽车从下边开上去了，使劲往上面冲，跟飞机一样。还没想过会有车开上去。我没想到它能开上去，它是真实的开上去了。Land Rover Above and Beyond。